与时间自会给我们答案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国商商品牌时光大使赵婉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赵婉玉。好的，欢迎婉玉。那其实今天现场有很多我们的易拉罐罐罐们，然后其实我们在场外也有很多，我们给他们挥挥手好不好，让他们看一下，辛苦我们在场外的各位了，辛苦大家了。然后现场有很多我们的朋友们，刚刚其实婉玉也有特殊来到我们的这个柜台，然后有反身和大家会能来到无锡，然后来到我们周生生的活动跟大家见面。好的，那既然是自家人，其实我们这次也拍了一个特别的短片，叫做寻找回家的光，对不对？这支短片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？这一支短片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特别像过年回家，四季分明的，然后气候非常的宜人。这一回感受不一样，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热情。然后刚才主持人问这是谁家人这么有礼貌，这是我家人。哎呀，这一上来就认家人了啊，所以说真的再次感谢婉玉到来，谢谢我们各位。那其实我相信